鹿港镇的地藏王庙，逐年旧历七月拢会烧法船，举办超度亡灵法会。目前民众报名相当踊跃，地藏王庙也呼吁有意愿参与法会以及占卜的民众，会当伫旧历七月十五号进前向庙方报名。鹿港地藏王庙每年旧历七月份拢会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超度亡灵，连续三天的中原普渡、白净消灾祈福法会，按即马开始受理民众报名的证书。鹿港地藏王庙吼，即次三天法会吼，在这六月吼，农历六月吼，已经开始热烈的报名啦吼，啊，咱报名吼，咱。信众吼，尤原是第一个，就是先报咱的祖先吼，啊，祖先拢是大家拢是缅怀咱的祖先哦，饮水思源吼，啊，过来再报吼，迄、那个冤亲债主啊，是讲吼婴灵啊，是动物灵啊，今年的动物灵还有在成长吼，啊，有人来报名报动物灵哦，啊，佫靠哭哭啼啼啦吼，啊，讲伊的动物吼啊过世，变那个让他可以度吼超度他过最好的吼生活佮超度。那就是阴灵吼，一样是很多啦吼，因为基本上吼，咱现代的人吼，不爱生啦吼，啊无就是不婚吼，不婚也不生啦吼，啊所以目前吼报名阴灵上多就是十二位吼，来报十二位吼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来做那个试管婴儿九个吼都没有成功，他说既然没有成功，他也是要来报这个试管婴儿吼，把他超度，让他吼对菩萨去修投胎比较好的人家。啊，所以他报九位，那还有一个阿嬷，他就是来报八位，报八位，结果他回去做梦，梦到说他有一个去投胎了，所以他又报七，回来又来退一位，报七位，那还有就是有一个小姐，她也是先来报五位了，然后第二天又来增加一位，速度很快，我们庙方是觉得说，既然我们就是现在的人不想生，那你就把你的安全措施做好，不要再让这个阴灵，他本来就很难排了，很难排到要出来投胎，你又把它拿掉，鹿港地藏王庙消灾白净超度法会，邀请法师诵经，替信众来祈安消灾得福。目前民众报名真踊跃，另外，台江庙方也收到真侪信众亲手所打造的法船，准备要伫咧旧历的七月十三号要来放水灯、祭水灵，祈求地藏王菩萨发挥神力，不比地方进步加欢迎大家平安顺遂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彩虹报道。